师父。金鹰徒儿，鸿雁传书不知收否，天山分手匆匆三载，实望早日相逢，谁料事态突变，害你生父和师祖之仇敌今已找到，吾本应刻不容缓前去血仇，怎奈病机在身，力不从心，怕是报仇未成反遭敌害，今留书于你，为师如有不测，望徒儿不忘失志，诛杀叛贼，皆是吾将含笑就全。禀报老爷，派出去的人都回来了，追魂姚二爷、奔雷宋三爷、判官孙四爷，他们都说有要事在身，不能前来呀。他们追随我多年，如今翅膀都硬了，竟敢如此放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老爷息怒，依小人看来呢，他
们三人早已与老爷离心离德，不来也罢了。哼，我早已修书一封，召我儿前来。哦，有少爷前来助老爷一臂之力，那就万事无忧了。老爷，老爷，我回来了。日无仇，近日无冤，为何到我马匹痛下杀手？下边人等不知深浅，对来客多有得罪，请小侠海涵。不敢不敢，请问先辈何人？小侠少年英雄，难得难得，老夫倒要领教领教。先辈住手！晚辈不知何处冒犯。嘿，先辈请通大名，晚辈死而无怨。嘿，
哎，明师高徒，果不虚传，你奉王师之命寻找丁振国报仇，真乃可敬可佩。但欲寻丁振国，先要找到追魂奔雷判官，方能得知他们的下落。切记，他们三人也是你杀父杀师的仇人。先辈何人？怎知我心中隐私？不必多问，你我有缘，日后定能相逢。承蒙指教，晚辈当涂厚报。请问这位兄长到丁家庄从何处去？丁家庄？实不相瞒，在下也是外乡之人。啊，贤弟不必着急，此去不远有个迎春茶馆，可先到那里打听下便知。多谢兄长指点。不必客气。您来点什么？来两盘点心，一碗热茶。好嘞，两盘点心，一碗热茶。我是羊口，我都不行，要吃。最近生意做得不错。崔大人，请完了，最近生意做得不错。给刘爷添碗热茶。慢回事，慢回事。这茶不错。老爷，您楼上请，楼上请啊！真是喜宴。来来来，你快点进。一盘点心。好久没见了呢。姚二爷来了。走开，走！姚二爷，你可有日子没来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小子们，姚二爷来了。来者何人？姚追魂，姚二爷，早已荣归故里。此人武艺高强，强男霸女，独占一方，无人敢惹。姚二爷，您光临小店，这是咱们小店的福分。您来点什么？少废话，捡好的来。哎，好嘞，捡好的嘛，往上上啊！没看见姚二爷在此，还不赶紧回避？你也吃茶，我也吃茶，为何我要回避？我看你这小子是瞎了狗眼。我看你是瞎了眼的狗。好，二爷，我看这小子是吃了豹子胆，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。大胆，好小子，要找死！
快！不行了，我打呀！我的板子！快点！哎呦！我跟你们拼了！哎呦！壮士搭救，后会有期。打的倒挺痛，我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小老板，这是纹银50两，拿去吧。不，我哪用得了这么多？不必推辞，此地不可久留，快到别处谋生去吧。多谢恩公啊！
仁兄搭救之恩，天高地厚，余弟当思涌泉相报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先帝乃须眉男子，为何似女孩家一样？仁兄真会取笑，刚才是烟灰迷眼，故而流泪。我是信口开河，请贤弟不必介意。你的伤口还未痊愈，早些歇息吧。萍水相逢，在下精英，不曾动问兄长尊姓大名，救命之恩何时能报？贤弟不必见外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理应如此，安敢图报？在下丁尚杰，
对贤弟的高峰峡谷十分敬仰。人心过奖，实不敢当。江湖之上，武林之中，像贤弟这样眉清目秀、英俊潇洒的少年英雄，实在难得。仁兄又来取笑小弟？不是取笑，贤弟武艺高强，何人传授？吾师乃武林名雄，一代宗师，我只身一人浪迹江湖，就是为了寻找仇人，为师报仇。弟师难道遭他人暗算？何止师父，师祖和先父也在18年前遭仇人杀害。这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，仇人是谁？此乃家仇，不讲也罢。贤弟，你我一见如故，情同手足，何时要助一臂之力，愚兄愿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多谢仁兄侠义，恕我冒昧，我如今只身一人，无依无靠，如不嫌弃，愿和仁兄结为异姓兄弟，不知意下如何？如此甚好，正合我意。那日木楼相逢，我便知贤弟非同凡响，只怕愚兄配你不上。如此说来，仁兄在上，请受小弟一拜。贤弟请起。愚兄有命在身，你我暂且分手。8月中秋，我在3天门家中恭候贤弟，那时你我相会，再则及时设香案换帖不迟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诸位乡亲，各位武友，小女王一香粗通武艺，尚未婚配，今设擂比武，如有胜的小女3拳2脚者，当则为佳婿。证人在上，绝无反悔。绝无反悔。是谁上？小女二哥，你上不上？我哪行？是啊，我这不行，我这2脚不行啊。是是是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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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他抓的那小二嘛，别闹！行行行行行行行，好，我来给你试试。拿着，这块就是他了。他也爬上去了。我也宋文雷，王洪生，你这老儿，我3番5次派人前来求亲，你就是不允。王洪生乃名门望族，我的千金
岂能做你的小妾？刚才当着乡亲和证人的面说得好，若有圣小女三拳两脚者，可责为家婿啊。你欺人太甚。恕息怒，看我收拾他。听着，我连喊四声，如若没有人上场的话，我就和这小女子交手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四。姓宋的，你就亮招吧。爹，我来。少侠武艺高强，使老夫大开眼界，得此佳婿，这真是天意，这真是天意呀！不，哎，这真是不不不，老人家，我是看宋本垒欺人太甚，并无其他非分之想。哎，老夫正是景仰像你这样为民除害、行侠仗义的男子汉。哎，请不君呢？哎，快快快！快扶姑老爷回府，今夜拜堂成亲，今夜拜堂成亲呐！啊，快快快，快扶姑老爷回府，快快快，哎呀，快快快，快扶姑老爷回府，哎，快快快，大家好，
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吧。老伯，我莫非是陷我们门不当户不对？不，莫非是嫌小女相貌丑陋？不不，那丁公子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？实不相瞒，玉香这孩子自幼丧母，老朽又是多病之身，若能把小女托付给公子，老朽就是九泉之下，也感激公子的大恩大德。老伯，丁公子，吉时已到，给姑老爷更衣。老爷有话。因今日擂台比武，新姑老爷剪除了宋文雷，故今日小姐成亲要严加防范，不得有失，凡闲杂生疏之人一概拒之。是。公子，公子请止步。今日王家成亲，非亲朋好友恕接待。我宋月，我偏要进去看看。干什么？如此看来，你是宋文雷的同伙，非要前来寻衅闹事。宋文雷是什么东西？一代天帝。我二拜高堂。公子，公子，你杀死了宋奔雷，一则救了玉香一命，再
责，为百姓除了遗害；三则，妾将终生有靠。玉相感激钦佩之情，难以言表。贤弟，为何跟踪于我，坏我好事？就为这个，那日山洞之中，便知贤弟并非男子。既然知我实为女身，为何如此无情无义？此言差也。我对贤妹的爱慕之情，苍天可见。那为何去做他人东窗？此乃万般无奈，勉为其难，实非本心。此话当真？若有半点虚情，天地不容。仁兄不必明示，但愿君心似我心。贤妹，从今以后你我同心，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。令尊和先生如何被害，仇人何在？此话说来甚长，先师同门共有三个，大师伯就是我生身之父，为人忠厚正直；二师伯为人机敏乖巧；三师妹当时还是个青年女子，我自幼丧母，由大姑母收养，当时正值清军大举南下，大明王朝轻微覆亡之时，师祖命同门弟子汇集滇池，决计举旗抗清。就在聚义的当天，师父，师父，跑马川及大寨主的全部弟兄遭清兵偷袭，绝不遇难。啊！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青龙帮众位乡主均已遇难，不能前来聚义啊！兄弟，快，快走！
二师弟他投靠了清廷，师父他遭暗算了。你说什么？二师弟投靠了清廷？大师兄，古人云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大明朝的气数已尽，大清国举兵南下，势如破竹，这是天意，不可违抗。大哥何必逞强一时呢？大姐，劝劝你兄弟，只要他当机立断，我保他一辈子荣华富贵，不为别人，也得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想一想啊。无耻败类，卖世求荣，亏你说得出口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休怪师弟我无礼了。临死前把我托付给三师妹，也就是我的师父。三师妹如亲生母亲一般把我抚养成人，教我武艺，每每教导我不忘昔日之仇，有朝一日报仇雪恨。谁知数日之前，师父却突然遭难，被二师伯用飞刀所害。他留下遗书，命我找到叛贼报仇。贤妹，不要过分悲伤，告诉我，那二师伯，那叛贼是谁？丁振国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丁振国，丁振国，你认识？此乃家父。什么？
是丁镇国之子。不错，此次就是奉家父之命千里而来。贤妹，人非草木，岂能无情？你我虽然陌路相逢，但却一见倾心，情投意合。实想有朝一日能结为百年之好，怎奈苍天并不随人意愿。如果我父实属十恶不赦，那就把我杀了吧。你的武功虽然精湛，但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与其你去送死，不如我死在先。
我父真的是个卖友求荣的叛贼吗？哎，这位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这边坐，这边坐。这位客官是用膳还是住店呢？也住店也吃饭。啊，先拿点吃的来。啊，行，这就来。这位客官，这是您的菜。好，哎，齐了。女侠尊姓大名，为何如此面善？小女在南，前日在迎春茶馆好像是见过少侠一面。啊，原来如此，在下金英。来了，菜来了。这位客官，不巧得很，今日小店客满，只有一个房间，这位女公子早已定下了，你看这如何是好啊？看来我只有投奔他处了。什么？女侠请多包涵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你让我何处栖身呢？小心，来了。
宝贝儿啊，真的。哎呀，来人呐，快来人呐！哎呦，哪里走？判官在此。严守大门，不要放走一人。简直是自讨落网。给我上！谢侠士相助，请问尊姓大名？早就相识，三南贤妹，您为何也来此地？姐姐有所不知，先父和令尊原是结拜兄弟，被丁振国一伙同日杀害。这次得知丁振国的确切消息，家母命我前来报仇雪恨，为民除害。贤妹，前几日小妹遇刺摇坠魂之时，不幸身陷埋伏，还多亏姐姐和刚才那位壮士在迎春茶馆相救脱险，理应如此，不必挂在心上。啊！丁振国在什么地方？快说！在琼竹寺。何方毛贼如此大胆，
给我拿下！是是，与你们无关，想活命的退下，快叫丁振国出来。好大口气，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。你是何人？我是丁大人请来的武士，尔等毛贼无需大人动手。此相助不胜感激，但我等有要事在身，不能相送，请君见谅。不不，我奉劝二位还是请回吧，你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自家之事，请不必费心。
仁兄，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相会有期。还望仁兄珍重。过去要哪儿去找？就是你一直在找的丁振国。你就是丁振国？那你在龙虎寺？那是老夫我略施小计，借你的手除掉那三个叛逆。时至今日，咱们也该了却这笔账了。
原来大师兄给我留下的是个侄女。嘿，嘿，嘿，嘿。来得好，追魂奔雷判官均已丧命，留着你们也没什么用处，你们的父辈同天而亡，我也成全你们同日而死。嗨嗨上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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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什么人？你的仇终于报了，请代我把家父
上杰，上杰。Mom!